Yo que está bien, sabe.两位女士，各位亲亲爸爸，大家晚安。晚上好。有做过来帮忙给我的，但是讲到刚刚到到上一代吼，因为咱境界还未到位，但是听听哦，但是这边啊吼，原来是慈悲。那边啊，讲讲吼，咱知影咱的不生不息，咱知影讲咱的自性是不生不灭。但是咱要如何吼来引导咱的兄弟姐妹同款的咱做做到底？真正去感受着讲吼，外口在想吼，只是在引导，要就是在引导到互咱，知影咱家己有一个自信，咱会当四肢百骸在咧运用，意思就是讲咱迄个自信要去用，但是咱拢要去执着伫外向，所以呢。《金刚经》哈，佛陀也是在引导哈，所有在咧听的人，是引导你去家己去看到你家己，体会到你的清净的本体。然后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就是你当家做主。啊，你知影，但是要安怎用上界迄种的妙法，还是啥物，来引导兄弟姊妹看到一块啊？吼，真是慈悲啦，我。你问我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咧唔相信，怕相信错咧。咁是安尼啊，因为不是依众生的需要，而所以叫做应机啊，叫做应机多招。啊，你讲今日你爱去对症下药啊？依众生的病人对，唔是讲你大家拢讲这个，讲要安怎讲因何到迄个所在？哦，比如讲伊今日去。伊是一个感应哦，你看买个公司哦，安尼一堂课，啊，你一个已经面对中已经当伊学一句啊，啊，你甲公司面对这个案，伊嘛接受，所以你这个物件，就是讲你要怎么面对众生的这么的一个需要，就是应变下药，你要应变变很厉害，所以就是我们的初学物件，有分做。会给你降息，哦，虽然以前是不相变，但是伊个买卖挺多东西上，伊个角比了吼，它的贴纸啊吼，伊角比嘛有些啥啦吼，太不一样。所以想开，恁想开，恁想开面对降息这个问题。好，用恁给你请假。好，我相信讲，大家角比拢有些啥。哦，大家各自拢是啥？当然，今日大人变到四人，咱去讲啦。大人变到五人，啊，五人是啥？啊，是规定说，众生是因为千差万别，因为应了众生的需要，也因为伊。啊，所以咱合法的人，就是你要什么？你要充足，你要充实。哦，就。哦，你要强调相信，跟人共感，你要去学习很多东西。所以，一切的哈，你要把你的这个人来带回来，让我们的，让我的天开始变化。啊，你要把我们的这个带回来，这里我来去跟他们沟通。啊，所以你认这这本书，盲目这本书啊，认这人团到底。当然会当，是咱讲即个，因为咱出去买新闻，咱想做考卷，咱想考试卷，伊就是要问一些物件。哦，你讲买那个公文书啦，你讲问我那个公文书，我来问就你的书是不对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你今日我来开讲话以后，啊，你都为了听，好嘞，哦，所以问题是在。问题在今天这条书和先天这条书，问题是在各别按照教先，一开一出来问题就会到应验。啊，这大家都调调啊，免得你哦，啊，讲话好听无安尼，安尼啊，讲话好听，你接受安尼个。啊，
别中心这是来应机的哈，应这个机的哈，应中心的机的哈，应众生的机子。所以在公司会中，一无贵贱，发无过下，应慢应变，应变应变适宜哈。应变适宜哈。